写诗的，血淋淋的写出这些文字。对，其实关于爱这件事情，其实有很多片段是不断的被翻出来，就是说自己的记忆当中，幸福过的，然后或者是曾经被伤害过或伤害过人家的所有的片段，我都必须重新的再 review 一次。所以对于我来讲啊，跟唱歌一样，如果我不忠于自己，感动度将不会那么深刻。是，所以这本书是彭佳慧著，彭佳慧写的，所以我必须忠于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最真实的想法。是，所以就这样写出来了。